这是前天最新观察拍摄到的恩库胡马雄狮，它的位置依然停留在萨比森南部的昂康贝地区，它依然是独自一人。前段时间以为它会跟同样没有盟友的斯科罗雄狮结盟，但是不知为何最终他们还是未能结盟。在雄狮竞争如此激烈的萨比森地区，有盟友始终比没盟友拥有更多的生存机会。在这片浩瀚无垠的草原上，生命的故事在静默中绽放。我们不能忽略那些默默献身的生灵，也不能低估那些引人注目的存在。正如这位恩库胡马雄狮一样，他让我想起了曾经萨比森另外一头明星雄狮索罗。他们都喜欢独自一人在这广袤土地上优雅地穿梭，举止冷静而智慧，每一步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并非好斗的恩库胡马雄狮，在面对挑战和困境时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坚毅。这是一段关于生命顽强、智慧和勇气的故事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即使周围环境充满危机，它却能够在其中茁壮成长。有时它会与其他雄狮一同出现，仿佛形成了联盟。然而最后恩库胡马雄狮总是选择独行，坚定地走向自己的道路。这也是一位追寻自由和独立的雄狮，他不依赖任何人而活在这充满野性的荒野。这何尝又不是一个已经过了最佳的上位年纪？他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像别的雄狮联盟一样成为一代成功的狮子王，但是相信他可以像索罗雄狮一样自由自在，成为独立生存专家。这也是另外一种成功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成功并不只有一种方式，生命之美在于其坚韧、其智慧，以及在面对逆境时所展现的勇气。这也是另外一种关于狮子的传奇之旅，一段关于勇敢、独立和生命奇迹的深情叙述。